见面，为什么还要分开？因为这样才能挂念你啊。赤诚和现实注定是一场永恒的战争，我要将每一个转变成为我的蜕变，每一次的失去都是一个新的开始，身经百劫之后带着我的智慧凯旋回归。这一段是贾宝玉最后一段的台词，我已经讲了51次，每一次讲都因为不同的城市、不同观众的反应而有不同的感触，越讲我越是这样相信，希望贾宝玉可以带给大家的就好像我在剧里面所讲的勇气。经历了不同城市的洗礼，51场演出的锻炼，我何韵诗带着更成熟更茁壮的贾宝玉回来了。由第52场演出开始起跑，我希望这一段台词有朝一日可以讲到第100次。色破